呢，它其实绑带拿掉，它也是有腰身的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弹度，超弹，它的长度其实可以到这么长。所以呢170也不用就是穿裤子了，160-150可以缩上去一点，自己做一个调整。那本身呢它就已经有缩腰，所以刚刚讲这个绑带你要不要绑其实都可以，只是说绑带附给大家有多一个可爱的蝴蝶结造型哦。而且这件洋装穿起来就是有种腰部然后包臀的感觉，就是这种小花包的感觉，所以腿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细致哦。那如果呢我们今天是要拉斜肩的话，是非常非常可以，非常非常好看的，有没有？就是简单的斜肩，一字领也是可以做到的，有没有？它这是宽肩的，所以一字领也是可以做到。条纹是经典不败款，但是呢条纹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变胖，就是条纹变得很臃肿，所以这一次没有帮大家做任何的口袋，就希望在这边可以再修身一些些。那给大家看一下颜色，它是蓝色哦，是蓝色不是黑色哦。背面的话它也是非常非常修身的，有没有看到全弹性，然后它没有包臀，没有包臀的感觉，然后弹性是这么好的。这件啊连孕妈咪都可以穿，孕妈咪都可以穿。来你看白色跟蓝色一样显瘦，它完全没有变胖的效果。还有如果是白色的话我会搭牛仔外套，非常非常好看，然后一样是超弹修身。我觉得最漂亮是做个手臂围，这个手臂围它在做这种小包的感觉，所以看起来手特别的瘦。我是穿黑内裤，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很透，但是如果你们会 care 的人就换粉红色啊肤色啊浅色就好。